来，这时候那个司机师傅到了一下，你这个扇子怎么办？嗯，啊，搁脚底，嘿，太好了，搁得过去这儿。你这，你说，这不就得一把了吗？你看，你这，你稀里糊涂，你不是，不是别，带你们怎么玩啊？走走走，老秦，骑着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这个我在洋人那儿得的新玩意儿啊。我有点心疼老秦，你好啊，这确实感觉不太好蹬。没事，一倒一替的啊，后天是你。哦，后天行，没了。这一看就是专业的，真是蹬车的。他那个亿万家产都是这么蹬来的。你看，你想啊，他蹬一趟，他能挣一块钱。可以站起来蹬。没劲儿了，我这。行，老弟，来，这个其实跟蹦迪道理是一样。对，对，它都一样。动感单车，这动感单车没问题。老秦，这大长腿不骑三轮可惜了。那错不了。嗯。都刹车了，该。到了。我先说几句啊，这个武器来之不易，这是咱们会长啊，托人弄呛从海外洋人手里买回来的。嗯。是近一两年之内由专家研制出来，还没有研究出，已经出了，研究出来了。这个咱们开始先选武器，好，挑选型号啊，来，叫字儿，看不懂啊，这么复杂呀？外地，外地，以我接到的消息，外地好，真的，外地好，你不要信他的，你不要信他的，咱俩都姓邵啊，我会骗你的。就这个呀、啊，上九溪听了上小菊的，因为一家亲，嗯，然后小尚说这个特别特别的好，我信他一次。来哪个，周老师？我来 T 十吧，我就 U 二吧，我 Pro 了 ，PYC 杠九九，都拿着你们选的型号了吗？拿着了，我们可以开门了。这是冲锋枪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是各位武器过后尘土不沾。是是，咱这是干保洁去是吧？是吧？都是吸尘器。按照上面的牌子去挑选吧。祝你好运，孩子。这哪是我的呀？我这个我是 VCS 六一 AC 九 Pro 这个。我这看着一般般啊，我看我那120瓦在哪儿呢？我这身体还挺好，哎，挺有劲儿的，还行。哎哎哎！大饼，你得拿这两个一块跑啊，爷们儿，甭打仗了，拿这俩走一里地就得累死。我这软的师傅，这软这，我这耷拉了，我这人家都是这样的，我这怎么这样的？哟，你这怎么还当啷着呀？你怎么还当啷着呀？上小菊呢？上小菊那个骗子！上小菊就是骗子。我怕累着你，这已经是累过头了。不行啊，我这个好像得插销啊。杨九郎这得插电，不是得插电是吧？你就找一接线板，你跟那等着。太坑人了，我刚才我一看是一大家，我说可以，这挺长的，结果还得插电呀、啊，这个。你得找电源。好，各位勇士们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出发喽！来，云字科的下车，祝你们好运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师傅，好，拜拜。现在就是各自为战了，是吧？谁也别管谁了，是吧？现在要埋伏起来、藏起来，肯定也不行，应该。咱应该先把这个先藏一地儿，藏那个。垃圾桶里头藏一把，行，
可以现在就找人会聚齐了。来，喝子喝的下车。哎，到咱们喽。好，准备战斗。祝你们好运。好，谢谢师傅。拜拜！放枪花花，我这不能吸了，活该，那没办法，就把这安内上，这个好，完了没有武器了，完了，我会接住你的，大林，他把枪跑坏了，朋友们。咱们不得战前准备一下吗？不要，把武器放下。咱们的口号呢？哎，喊表演一个，准备，嘿，嘿，哦！全体下车，走了。哎，老周，太早了，太早了。你追谁呢？看见人在躺下。哦，我靠！哎，咱先开个小会儿，有没有什么想法咱们说一说。现在咱先研究研究武器怎么使。不是这样，我这个呀，捆他们就行了。你这是你套不住饼哥。咱不套饼哥，看饼哥我就躲。哦，对。那咱还套谁呀、啊？萧贤，也就套到他了。就套到玄儿了。秦萧贤呢？我先坐他去。现在最稀有的现在是肖字和琳琳的那个货，咱跟肖字的聊聊去吧。走，呀，这不小伙伴吗？小姐妹，我先找小姐妹玩会儿去吧。小姐妹，孟哥，孟哥，肖字现在很稀缺呀，就你一个人呢。你们不要看你们人多，小姐妹。小姐妹啊，什么意思？用不着，不用美色诱惑我们。给他们仨带走。快点快！老秦，老秦，球！快点快，给他们仨带走。小姐妹，你看有小姐妹就是好。这什么意思？我的球，我球的我特别结实。你吸不走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大力，别，我试试，我也试试。这让我试试，真吸不走。你看，真是。对。你先把扇子给我，我帮你研究一会儿，你吸完了再说。你先把扇子给我，你等会儿，你还给我。换了换了啊！快，换了一把，不是这个字儿。嗯，也行。哎，这。